29日晚，陈翔在微博晒出了两张照片，并发文称不回北京了，在家玩玩直播，跟大家聊聊天吧。有人来吗？想让我干点啥呢？做饭、唱歌、吃喝。陈翔还晒出病历，一次从甘肃天水返回北京时，在机场被检测出有发热症状，当时37.4摄氏度，半小时后减到36.9摄氏度，医院给出的处理意见为继续观察，不是随诊。而他的肺部 CT 与血常规也没有异象。陈翔在文中透露自己目前在家中，看来医院应该是放他回家居家隔离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